咋说呢？早两个结束，还把两个排好呢。你是大出去的，也不知道来了做啥，这是家里都没点七八万八点点的。我也有个吃不香的时候的吧，我才发现山药也是值得我想念的东西。我拿出今天来小食堂之前，我没通知你，你咋知道我来小食堂？你不知道我会酸啊？我今天就是想吃挂油饭，我除了想吃山药蛋，我还想吃点别的。想吃啥专家老人给你做的不是？你点菜才行。哎呦，大老远的，想饿了。我就这两天就想吃你做的饭。我敢肯定啊，不止我一个人想，全网人都在想你的饭。热血是吧？人家每天下饭点吃好的，人家想吃我的。你张亮了，他们当我说想吃啥了，你都知道我想吃凉粉了。你想多了，亏，这是我想吃了，我今天来小食堂这儿打凉粉了。这两天哇，那凉粉店、洗面店那让爆卖，你咋能天天吃肉，那能吃些？哎呀，我是吃不些。人家别人是每逢佳节胖三斤的，我是一点儿不胖，我还瘦三斤。你就是不喜欢吃饭，你就喜欢做饭、啊。大年做午摆了一茶几，黑夜摆了半茶几，完了第二天初一的黑夜，我就开始吃稀粥，锅里头煮山药蛋、剁烂野菜啊，那才吃香了。收拾房这摆饭，拿冷水稀释开开。我这白饭水给他倒进来，哎呀，这扒了一锅，瞅瞅看，老刘，你一会儿吃锅吧。咱们这想吃不用出去买去，小食堂立刻水开一锅。放这儿，就这儿吧，曲儿难受下不来吧，别再把曲儿嘴给糊住的。还想吃啥呢？山药蛋稀释了那个啥，出去了。牛头，粉丝们惦记的我这点牛头，不知道煮熟了吗？不知道吃了吗？味道如何？我昨天去买东西去了，就说我见你煮牛头了，不知道你的牛头煮熟了吗？我没见你吃的，这不是？今天我都捞出来它了，先从牛舌头开始吃。这两天看见这肉，属实是不感兴趣。一看到那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掐着一盘，那你们看我吃的香，你看这两天香的。这是一盘儿。给凉粉里头煮三个鸡蛋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中午在这吃饭，你肯定比在你家吃饭香，大锅饭的魅力这就是。对的吧？哎，我就弄不清了，为啥你说咱们都是大锅饭就香？大锅饭香，那是辣多肉少吗？哎呀，下午又得送奶粉去了。好家伙，自从去年贴了个破奶粉，我越发忙了。我这就放时间去了。你不是就好忙啊？我就算算老刘，我算算，我总有算算的权利的嘛。哎呀，烧饭呀，又要钱呀。爸爸，怎么还弄的？过年好！哎呀，早点子过年还没见面了吧？这没的。哎呀，一个年过的好像变漂亮了吧？这一过年给我个彩虹屁，有啥巨蟹的啊？哎呀，是哪个虚情假意的了？太虚情假意了你俩。Hello， 过年好。哎呀，咋你这来呀？就全是做
吃，这是出来。九月吃了吗？你九月吃了。嗯。你明天去吃个啥？嗯。哎呀，看他的西装哥俩的。新年快乐！这新的穿啥？贼抠小孩，贼抠小孩本来就。你是花三十变的大发了一个。怎么到的那个面蛋糕这儿了？哎呀，最想念的就是饭了。三个大弄都是，哎呀，最喜欢的饭了就是我。给我到门口去摸我的凉粉，冷了去。就是门口。咦，这是来了专门打的凉粉。嗯。哎呀，吃这还不凉好呢，看昨天，昨天还不别过夜吃。来吃凉粉。哎呀，这是。哎呀，看那小宝宝得溜的。三五步的啥？开心。开心，永远是开心。看那姐姐，哎，关老李，先是个老鸡蛋，啥的，先是个老鸡蛋的，就是我。写完了吗？快了，快了。嗯，无形中炖饺有哪些？来吧，拿这个大块的擦擦。今天吃了热量，热量今天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拉桌有娘吃凉粉吃了了。哎呀，脏小啊你！你个没吃你咋知道脏小？来吧，先吃凉粉。天气上午分解了，主动做过的，来，别吃了。好吃不好吃这凉粉？好吃。这两天你们不热了吗？吃也吃烂了，热不热啊？知道个啥？来来来来，放这，放过来，来来，放过来。别。我也是第一次吃的大排场，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今天就想吃那三个大脑豆腐了，我不是就来小食堂。嗯，还是这饭香。咋说？早凉快结束，还把凉快太好了。咱们这个就得，哎呀，就得吃这个饭。大鱼大肉每天吃的端上来端下去，咱们都吃不下。